哎，爸，我们是真的不能分开。放肆！为什么不能分开？我觉得我姐可能是怀孕了。唐妻子，未婚先孕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过几天就当上老爷了啊？那我就能当舅舅。你闭嘴！你们不要乱猜了，跟我来。干嘛去？站住！我本来是在这幅画里面，是妻子将我从画中解救了出来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不能离开一丈之内。从画里出来，这是什么奇幻设定？身上有没有佩戴玉石之类的东西？不是，爸，你真相信他是从画里出来的？看来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嗯，你姐八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，怎么都治不好，后来经高人指点，去山上寻求博弈大师。大师说，你姐是至阴之人，要用阳气来压制，就给你姐佩戴了这个镯子，能保你姐健康平安。大师还说，这个镯子是用奇石制成，至阳的部分制成了镯子，至阴的部分制成了另一件玉器。如果两人相遇，就会发生连接。看来这是天命。只有妻子和我结为夫妻，落得夫妻之时，才能解开连接。所以，你们两个没有那个。爸，我们真的没有做出格的事情，清清白白的。